讲一下，我今天准备的料的当然就是有蚵仔，蚵仔，对，每一颗都很大，然后我已经盐水，有用盐先抓过，然后把它清洗干净。所以它里面的水分其实已经排掉很多，还是那么饱满的。对，沥干之后，每一个蚵仔我就会把它沾那个地瓜粉，它地瓜粉记得就是这样。 稍微沾一下，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不要整个丢在里面，你要不然会变柔柔。沾一下，拉到旁边。对，就每一个稍微沾一点点，就是为了等一下吃的时候，也是让它很口感好。溜的这一种感觉。哎，黄师傅，我想问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吃那个大肠面线，对，那他们也是会用这样的方式，对，但他们会用太白粉。对，太白粉，对。 因为其实这样下去做的时候，那个他把蚵仔的鲜度保留在里面。沾好粉之后，这个刚已经水滚了，我们因为太滚了，太滚了，我那个镜头上面我这边都是烟的。对，我好像从云雾中走出来哈，我们打开可以了，水滚了之后，这个大小大概一分钟，让它也是要滚水一分钟，对，滚水一分钟，对，冷水三天，差不多。 又不是泡面，泡三天就会开，对，这个冷水不行，一定要热水。那其实像在蚵仔在处理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方式，像它是泡盐水嘛，对，那其实西餐上面呢，其实他们有些会泡牛奶，牛奶，对，因为你看牛奶，然后它除了去腥之后，还可以增甜，哦，增甜，对，因为你想蚵仔其实叫做海中的什么，牛奶，牛奶，所以它的乳香味啊，泡过。 牛奶之后，其实它会更香。我今天准备的是老油条，老油条，我们就是已经先把它剪断，然后就先直接把它铺在你等一下要盛盘的盘子里。所以这个也不用翻滚它。其实我是觉得可以稍微动一下，不然它有的有时候它两个结在一起会粘，中间会粘住。 其实有时候好像会掉掉，对不对？对，稍微动一下，动一下。先加一点点的油，这不是一点点哦，来哦，不是一点点哦，大家看哦，九二还是九五啊？看96，九六，哎呀，最新的。好，这时候我们就加了这个酱汁进去，哇，你看这样是不是省一个时间？我还要在那边压蒜切蒜，切蒜，手而且干净，这样就够了吗？这样就够了吗？就这样够。 那像我们有时候生蒜，它会有它的气味，黏膜跟它的汁液，其实它才会残留在你的口腔里面。所以你这样所讲的时候啊，你会那个蒜的味道残留。是，但是用这个方式其实用，真的很香。所以随时有可能要拍吻戏的人就要注意。对对对，要注意一下，就是可以改吃这个。像你刚刚那个黑胡椒牛肉干呐，牛肉干，牛肉干，牛肉干，我多一个字，他以前输了，你也会怪怪的。可以辣的，辣的，辣的吗？辣的，意思你加进去之后，它的蒜香味其实就很够了，当然就不用经过那个腌制的，然后我知道这个真的就把它拿出来再切薄一点，所以
子都不见了，对啊，放在旁边备用，放一点那个蚝油。蚝油，哎，我给你一点点小提示，其实你可以再把酱汁啊放在碗里面，先调好再下。你这样才能试出味道，小心刀子，对，是不是？因为你要加很多东西，是不是？对，它要加蛮多东西，不是只有那个而已。然后酱油，酱油是蚝油，对，蚝油加酱油，全部都要，对不对？我蚝油差不多用三汤匙，然后酱油差不多就是两汤匙，差不多，就正常的酱油，对，正常。蚝油多一点就对了，对对。那你这是什么？米酒一汤匙下来。好，如果你喜欢蒜香味再重一点，你可以再加一点点蒜香。然后有吃辣的，可不可以就直接加辣的？也可以，可以。就是这个啊，其实啊，你还可以做很多的料的。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想吃大蒜面包。它上面这个油脂啊，其实就可以涂在那个面包上面，然后下去烤，其实那个酸香味就够了，不用再多奶油，完全不需要什么的，不用，完全不用，完全不用。融合一下，等它稍微香味出来之后，我们把它打一个薄芡，这里有太薄，有有有，调好了，嗯，搅拌一下，薄芡，对，不用。不用太多，抱歉，够了。调完之后，哎，抱歉，加多太多，顺便道歉也没关系。好，有点这样勾勾，对对，然后这个下去就会包在上面，然后再把刚刚的鹅啊，这样它才可以每一颗都把它扒出它的那个酱汁，不是只有淋上去而已，是让它拌炒一下，对，是一样的，哇。这个要轻轻的，对对，不然会破掉。哇，你看哦，这颜色看起来。什么？刚刚所有的动作都快，就这个慢慢的温柔温柔。不要把它用破，用破，可惜了。可惜刚刚前面做的那么漂亮，就爆浆了。好，刚那个油条已经在下面，其实我们就老油条，哇，直接撒上去就哇，慢慢来，哇。可以哦，很专业，专业，可以，看起来米其林的，那赶快来尝一下美味吧，来，大家自己来吃，上 ，OK， 我先吃一个油条蒜蓉鲜蚵，鲜蚵，五号加盟，来，讲话慢一点，哇，所以吃这个的时候讲话要大声一点，为什么？因为它蒜蓉，它可以散发出来，对不对？与大家分享，我觉得要配饭。哦，你下饭要配点饭，你下饭怎么样，亮哥？算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口味略微重一点点，如果再不要那么重，可能会再好吃一点。嗯，可也不错吃的啦，不错吃的。然后上面其实油条会吸这个酱汁，是加分。这个油条变得好好吃哦，好吃哦，油条好吃哦，好吃。油条不是他做，不是吧？那么多酱油调味料下去，它其实蚵仔都没有抢到那个味道，对，蚵仔还是保有它的那个鲜。终于吃到可以咬得动的东西，不是我。要不要给一点建议或奖品啊？这样。对啊，自己已经先落菜了，所以没什么吃。还有今天的下一次，我今天能做真的是来捧我们节目的场啊，没有要宣传什么新电影、新歌、新专辑，都没有，哎，真的冲着亮哥来的，太不好意思，太不好意思了。还有他自己做的菜没有太好吃，不好意思，没有，还有机会下次再约他来。其实我是故意，对，他都埋这个伏笔下面，太棒了。既然来了，要让你们有收获啦。来，我们的黄师傅有没有提点他们在家里做菜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小秘诀？做什么菜都需要的一些秘诀。其实做菜就是你要记得几个重点就好了，就是说火候。哦，还有你切割的大小，还有最后就是调味的比例适当，保证都做出好吃的菜。多多尝试，两位应该早晚都会变成大厨了。好的，只是不知道要多久而已。对对对对，给点时间吧。谢谢两位到节目当中来。谢谢两位，带你认识新鲜事，帮你解决所有事。欢迎收看下次同一时间的Chill董事长。喜欢我们这集的内容吗？现在要做的就是按赞、订阅、加上小铃铛，跟着我们一起，啾啾，快点！